天介绍的是传奇精生花样精华乳，它的功效是补水、锁水、保湿。市场同类补水产品很多，但传奇精生的花样精华乳的优势在哪儿呢？接下来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做个对比。日常护肤中，我们总是瓶瓶罐罐繁琐不堪，这款传奇精生花样精华乳，它是集合了水、精华、乳三重功效，一瓶多用，化繁为简。它的质地非常的神奇，轻松按压就能将精华乳喷出细腻的雾状，能够均匀地贴合每一寸肌肤，一点也不会黏腻。这是由于冰核糖蛋白被剪切技术将难以喷洒的大分子保湿剂浓缩成微小粒子，使其保湿成分在皮肤轻松就能被毛孔吸收，并且打开吸收通道，让肌肤饱饱地喝足水。近距离按压在手上，会看见原本细腻的雾状水珠竟然变成了乳液状，真的很神奇。市面上常见的保湿喷雾就只有水状，而光补水不锁水，水分依然流失，并且花样精华乳柔软的凝胶奶油质地将乳液牢牢地吸附在皮肤上，不会随意流淌，让其中每一滴成分都快速吸收，不会浪费，然后轻轻涂抹开来，质地通透细腻，一点都不黏腻，吸收也非常快。接下来第三点，我们来看它的补水功效。看，这是因为精华乳中富含小雨燕窝提取物等补水保湿的精华成分，所以补水的速度和效果对比明显。看过了精华乳补水的效果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锁水保湿能力如何。这是因为精华乳中的锁水磁石具有锁水的效果，让肌肤饱饱喝足水的同时还能锁住水分，并在皮肤上形成锁水保湿膜，让皮肤一整天水嫩细滑。除了以上的优势，这瓶花样精华乳更是一瓶多用。第一，随意轻松用，可以当喷雾，又可以当乳液用，还可以当精华用，随时随地想用就用。第二，日常护肤用，可以厚厚地涂上一层，当免洗睡眠面膜用，用完皮肤晶莹润泽，水润透亮。第三，妆前妆后用，妆前喷一喷可以打底保湿，带妆时也可以喷一喷，补水同时不花妆，并且有持妆的效果。传奇精生花样精华乳，我的移动补水站。